这里会刮顶吧，感觉好容易掉下来呀。你看这些石头好松，一下雨的话肯定要掉。这也太黄了吧，这么黄的地方能开一条路出来也太伟大了。9公里，好想上厕所啊，去这里吧。车停在这里应该没事吧，快速的上了接着跑半天。走，我只是上厕所，不是过来遛你的啊，你要搞清楚啊。嗯，开久了累了，停在这里做个饭。这里刚好有个平的地方，没有吃的了，煮个方便面吧。因为停在这里感觉还挺安全，因为这里有个店，像路上啊就没法停了，就停这里挺好。安静，做什么事呢？做个面吃吧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高海拔打不燃火嘞。嗯，做面吃，吃香蕉，吃了再走。我才走了60公里吧。嗯，哎呦，我今天煮一包，因为今晚上到总共去补给，今天煮一包面就好了。晚上到总共了，到总共去补给，好的，吃好吃的。半点，你干嘛要吃这个？不行啊，不能乱吃啊，好酷啊。老公说，都说狗狗不能吃香蕉。可以姐，就等等。你觉得这鸡蛋会不会坏了好久了？这个都响了，这个没响，还是上次阿龙来买的。上次阿龙来，我们是在大理买的吧？大理买的，打两个。我的最爱花椒，葱姜蒜。好快好快，几分钟搞定，是不是特别快呀？酱酱酱，好香。嗯，吃起来也好吃，因为那个酱太好吃了。饿了在路上煮啥都好吃，但去沿途吃很贵，自己吃个方便面成本就几块钱，在路上吃应该要30多吧。吃的好干净，锅都洗了，放在这里面。那就我们接着走了啊，走了，喝了再走。好冰啊，最讨厌这种尖尖的石头了，好怕磨到胎呀。是不是走得很慢很慢？